如果您刚刚打开电视，我提醒您现在收看的并不是一个体育节目。继续听歌，下面这首歌名字叫做 Easy Lover 万人迷，它的原唱者呢是 Phil Collins， 是来自英国的一位非常传奇的著名的男歌手。这首歌曲里面带着摇滚的味道，又有一点点爵士的风格，可是要诠释这首歌的歌者呢，他的声音是以清澈透亮来著称的，他要如何诠释这首歌曲呢？而更让我期待的是他邀请的这位帮唱巨星，据说他们两个是破天荒第一次合作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有请两位。
谢谢。谢谢三位。这不就是英文版的左右为难吗？如果每一对情敌的和声都这么完美的话，我们倒是也不介意世界上多一些纠结的感情。哇，没说经纪人也可以伴舞啊，其实我们家海涛跳的也不错。谢谢三位，特别谢谢萧敬腾，谢谢我们的林志炫带来完美的演绎，谢谢。韩哥，好了，连林志炫在这个舞台上都蹦起来了，这个舞台还要怎样？哇，哎，你站在中间还挺好的。敬腾在这个舞台上嗨了，你完全好玩啊！下一届来吧，好。直接就邀约你下一届来好不好？然后如果有机会来的话，我经纪人可以让给他吗？就这样就让了呀。刚才不还是都。今天在场上，完全跟你以前的感觉不一样。我觉得是即将要那个这最后的倒数两首歌，那如果不能弄不一样的话，那不是浪费了吗？那倒也是。对，两位啊，志炫。敬腾，用你们的名字向你们致敬，谢谢你们带来的这么棒的这个环节，谢谢谢谢谢谢，代表所有的观众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也谢谢梦辰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